10月31日晚，某平台举办超级秀，李荣浩穿 oversize 西装登台，现场一曲深情让人沉迷，却意外被排成55分，实力男歌手坐不住了，亲自下场灵魂拷问：这角度还算是个人吗？我腿呢？虽然眼睛小，但是我腿长的执念还是要有。粉丝看到他的怨念，都去评论叫摄影师再拉一拉吧。李荣浩再次回复：素材给空间了吗？惹得其他粉丝留言自己动手，还学会 P 图，主要又省钱，一举两得。